从右边好了，因为自身是在右边。小心包包哈。嗯。对啦，里面是够看得到的，大家可以用摄影的方式。这个是德国最大的木偶钟。木偶钟，还有音乐，漂亮。这个是他们在买那个，不是报纸，报纸就是那个，自动贩卖机，不是，就是自动。哦。好香的咖啡。这里走，对啊，看了那个钟啊，嗯，还早了，还有15分到五点，就好像离那个太远了，要走几分钟，只是我没带东西，你看。出现马的声音，你有听到？对啊，这个啦。对啊，假的马车。
超多好看的，超多好看的。他说那是传统服饰。那个、啊，对啊。哦。那也是啊，暴露装的。嗯。露出来。来我这边，来我前面这里，对，我知道，对，对呀、啊，你来我前面呢、啊，你要来我前面，我才视线看得到你啊，来，过来我这里，哎，对，好，因为你这样一走，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是什么，到时候我们照相，没关系，我看就好看。百货公司。
是一个很有那既然没有所以你不太需要等这么久，觉得这些如果要去奔向什么，然后这边有好几间的药，这边有对、啊、这边有好几间，所以等下的药会在你那边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来要蹲下来，蹲下来往上拍，蹲下来往上拍。嗯。啊，你蹲的不要动哦。对，蹲的不要动，横的，横的，横的。没关系。走。重灾区。他说一直在讲，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哪里？要拍那个、啊，嗯，有没有？那个？过来过来。他都在拍这个，好，这个、好，好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是。你呢？你站在前面，这边我帮你照一张。好，哦，这里哦。